师傅，我全身酸痛，觉得卡卡的啊，好不舒服，怎么办啊？经脉不好就要拉筋啊，教你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啊。来，无极站立，好，先屈膝，然后脚内扣，脚尖往内，像内八字一样，然后将膝盖压直，弯腰90度，抬头睁眼看前方，深吸一口气，慢慢的吐出来。 越慢越好，用鼻子吸，鼻子吐，吐尽量不要停，再吐还有气，尽量的吐完之后才吸。这样子连续做12次，你一定会汗流满地。做完之后放松，差不多一两分钟不要动，刚才是绷紧，现在放松，深吸一口气。 好，送大家8个字：经脉不好，百病丛生。我是云端师傅魏子云，下次再见。